哎，八点哎，我吕布八语点了。Hello，八点嗨，关，亏呀，还没接到游戏，是不是打雷啦？关了，太惨了！我按了三次开台，他才开台。不是啊，你开关开当然成功啊，对不对？按了三次，对啊，开台关台开台，哎，对啊，开台啦，你好合理哦，像你订阅三次一样啊。但突然好合理哦！哎、欸，你知道我以前订阅的时候会自己弹掉，所以我都订阅不了人哎、欸。没有跟你讲，我跟你讲，YT 有时候会把你把那个你比较少看到的那个频道，他会直接给你退订，或者是把铃铛取消掉。他很贴心哎、欸，你知道吗？很可怕，我是觉得很可怕，气死了。这是很恐怖哎、欸！要是你有一天突然都没接受他的消息，以为他怎么了？没，其实你只是取消小铃铛了。真的、欸，我当时很尴尬。我说有啊，我在攻那个菜渣工作室，我说哎、欸，我订阅凯洛啊，一打开看没订阅，没有，我糗了、哦，没有，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有。然后凯洛说，凡心没关系啦，真的真的不会难过，凡心没关系，不用解释了，不会痛。听我解释。好啦，好啦，今天都到，哎、欸，今天好少人哦、喔，今天很少人、嗯，今天超少的、欸，今天有两个人请假啦，今天少两个，哇哦，好，都断食喽，今天轻松生存，自习，好，蜘蛛王，啊，我怎么打我？老师请给蜘蛛王，好难过，老师不哭，站起来喽，哈。啊、嗯，什么东西？有，就是有时候哭，不是小朋友都会躺在地上哭吗？你放在同一个人的家吗？两个？哦，我想要放的洋洋的。对啊，我怎么看？吓死我了！等下知道怎么放，知道怎么放。他已经家里一堆蜘蛛网了、欸，对啊，他已经变成另外一班了。他上次是不是也休息？对他，对他上礼拜请假。冲啊！他刚他不知道什么是蜘蛛网，他都在讲会卡住，你知道吗？还是因为看到头上的头、那个头颅哦，有可能，有可能看到头颅。这个，我要去睡觉，他们好吵，睡觉。哎，刚好我快到家了，我要去睡觉。好，我要回家睡觉，我两个都好困啊，睡饭完了。哇，睡觉。哎，今天人比较少，我都两个人，代表中奖。几率更低了，变少了。哎、欸，没有啊，没有，没有说中奖人变少啦，中奖没有，但几率一样，几率一样。变大了，流标的几率变高，变大了。嗯啊，太悲伤。不要自动跳跃，到底可不可以让我中一下？中了，你要付出什么？祭品文。哈？祭品文。我让我思考一下。可是这次的钻石感觉也不是很多啊，因为没共估过不是吗？又重新啦、啊。我两次也都没共估啊。对啊，所以这样子就感觉祭品感觉有点太大了。你可以用小的祭品啊。我觉得好不划算。可以用小的祭品啊。哎、欸，我头就不要动了，就这样。我好像也不用动了，就是放着了。我也不动了、啊。我也不打算动了。我就缴钱而已。对啊，那我等一下可以缴钱就好了，不要动。QQ 面铺。嗯，哦、对 ，QQ 内内，哦，对，任务还没重置，哦，对，任务，啊，导游说什么？啊，我要说什么？你刚刚不是说小祭品吗？哦、对啊，你可以说你中了，你就唱个歌啊，唱个十首歌之类的，要修十首歌，十首歌好多哦，歌还是要来放哦。好、啊，我有放啊，我放起来。他从之后就要重放了。哦，好吧。好，等我游完泳我就去了。嘿、hey! ，真的正常回避。你家狗生气了。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应该叫我家狗来选那个、哦，说不定他选中奖率比我还高。你要怎么问他？幸运狗狗，我说啊，大家这个好不好、啊？哎、欸，我是不是记得有人的东西啊？对，30号，谢谢。30号，这里有了，然后这里也有，这种藏在一个看不到的地方，这样他就会没意识到哎、欸。你把它藏在他的箱子里吗？啊，放在角落好了，这样子。角落，搞不好就不会没意识到，他一直都没有那个。
什么东西没意思吧？你说蜘蛛网？嗯。嗯。来看看哈。看看看。究竟可不可以把整间都变成蜘蛛网呢？要看下一半他会不会出现，有没有？真的。如果他都不出现的话，我想要进去放。哦，他自己没有补钻石。补钻石，好好好。我先讲一下哦。讲。我们的轻松生存哦，我们到时候满一年之后，可能人员会变动哦，啊，会依照你的出席率会，对，哦，校长要点名了，对，要点名了，被买住吧，好，谁抢了你的酱油？酱油，酱油。哎、欸，可是我上次选几号我不记得嘞、欸，你看你就是不记得，所以才把我抢走啊。好啊，那还你还你，你帮我往左移两个，往左移两个，十二号是不是？好，就十二号。哎、欸，我有抢到别人的吗？还没，现在还没。这个我可以一万吗？行、啊，好，哦，要给我一万，可以啊。不行，雷姐，哎，谢谢团团，差点给哈记了，谢谢团团，哈，什么给哈记啊？我给哈记了，我差点把小雨的号码给哈记了，什么鬼？你买票然后给送给别人？因为我跟他交换呢。哦，二号这个，我刚刚就随意的，二号，二号，啊，对对，耶，然后等下酱油又中，有没有？我就我其实我把票给他了、欸。你曾经摸过啊？然后我曾经摸过，是不是？对啊，我曾经有过。再告诉我们那个什么呀？那个过程跟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曾经有过。欧服，我还是想要直接拥有。我觉得听起来还是蛮哀伤的啦，不知道你怎么想。对，之前有一个人失恋的时候，然后他、我们大家都安慰他嘛，因为那个女的比较浪，就是她会去夜店啊，然后酒吧什么的，然后很多人喜欢她，很不。我之前看过有一篇文是她 FB 的通知50-60折，其实我不太相信这种，直到那天看到那个女生，我信了。怎样？他怎么了？他63折啊，好多、哦。对啊，然后我们就安慰他嘛，结果就有一个白痴就对他说：“不要难过啊，至少你曾经有过嘛，有梦最美。”这不就你讲的话啦？这是你会讲的话呢？我这不是我讲的，我就说给我，我都是跟他说不要难过啦。我跟你讲，他这样以后会有报应的，不要喜欢他了，跟我们出去玩。然后就他旁边人就说：“对啊，你往好处想，你拥有过了呀，有梦最美吧。”好过分啊！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在 KTV 陪他，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去 KTV 就是为了陪他。然后我们五个人一起回头看他。傻眼，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你不会讲话就闭嘴。他真的是不会安慰人呢、欸，好好笑、哦。不会讲话就闭嘴啦。啊，那个男生哇的一下哭了出来。哦，是男生失恋哦。我以为是女生呢、啊，没有，是 女生都会去，是女生比较就是会去夜店啊，然后会跟男生要电话，就是路上长得蛮帅的，他就会去要电话。哦，他总是男生不出来要电话，女生跟男生啊，女生跟男生要电话，就是跟他比较主动一点，主动类型。别的路人，我就问，我那时候问他们怎么认识的、啊，他说他也是被要电话。哇哇，那。那怎么得到怎么失去嘛，那也是没什么。这对，这真的没办法了啦。听起来怎么那么哀伤啊？真的呢，虽然很悲伤，可是他看起来只是其中之一，就是一个过客的感觉啊，只是过度的人而已。对，哎呦喂，太伤心了吧，太悲伤了。其实我觉得路边要电话厉害，你要讲什么？没有，我要讲繁星刚不知道为什么跑过来偷敲我一下。我想说，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不是，我想说你怎么下来突然回转，不是应该去打窟窿吗？我想说你是走错路去拍你一下。没有，我在挖矿。那、啊、你怎么会挖自己家的矿？会啊，我本来就挖。嗯，这边你不知道这边超多鱼骨的吗？我知道啊，都你啊。就是因为家里附近太多了，所以我就选择出来外面。对啊。就是狂挖，这比较近的、回家比较方便。出来外面打拼。
打拼，打拼赚钱养家糊口，住了吧？哇，上有老，下有小，上有小，上有小，是这样吗？上有老，下有小，左右还有啥？各给老婆。啊！你左拥右抱哎，阿水怕，那个不是两个六岁的问题，两个六岁不行啊，两个六岁不行，对啊，两个六岁才十二岁，你要三个六岁，右又有小，我的天，哎，那你可以四个啊，三个六岁就可以了啦，啊，这样的话后面就没人啦，前后左右嘛，哈，哇塞，那你后面是要干嘛？啊！我切到白痴，我按了 F3 F4 了啦哦。哎、欸，我觉得麦块有这个功能是不，我按错了不。你要干嘛？我觉得我是人。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好，你知道偷看钻石在哪里呀、啊？坏事、啊，没有。我在场的观众可以作证，我是按错。然后你的观众全部都说他想要偷看有没有钻石。哎哎、欸欸，那这样子，我跟你讲，这个现在是几高度多少？30，如果有钻石，我也服了，好不好？也是有可能的、啊，是有可能有吗？对啊，搞不好想看探路啊，对不对？啊，对啊，而且你知道你下去只要两秒吗？哈，没有吧？没有吧？它旁观很快啊，你往下按就接下去了。所以我要赶快下去再上来，然后呢再接回来，然后只能用两秒，太累了吧？没有。你应该要说，就往下按啊！不小心按错了，卡住了，然后在那边看。两秒，两秒也太快，腾腾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快啦！来，酱油示范，酱油示范，酱油来，现在让你示范一下观察者。来，你失败的话要罚钱哦、喔。我对钻石没有太大的欲望。哎、欸，那你把钻石给我吧。三箱嘞，三箱。那我存到一箱就有喽，还大概差，等一下哦、喔，3 1 3 3 2 6 3 9。你算什么？27个，大概还差22个吧，很快。他上次花光了啦。可是我觉得你会花光哎、欸，他已经花光了。我也觉得，我现在剩两个啦。你现在就一直疯狂在冲你的那个尖刺。啊、我没冲了，不冲了，奋尖刺。哦。太生气了，他居然最多只能反噬跟伤我的心，我曾经这么信任他。哎、欸，真的蛮深坑，没有补起来啊。那个已经存在了四集了，谁呀？刷怪床，刷怪床，对啊，大平台有个巨坑，有2×2的巨坑，2×2是不是吓到了啊？2×1，二乘一哦，抱歉，那巨坑是要干嘛的？好好奇，应该是打 boss 吧？哦。对啊，那就不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打 boss。会不会不在场的人，那两个其中一个？我觉得是不在场的。哎呦，有可能。杨洋好、哎，我对于 boss 都是进过去跟风打的，我没有从来都第一个看到、后来大家打 boss 都偷偷打，我都没跟到。哎、欸，好像有一些真的是哎、欸，真的，现在大家都不会互捧银板了。对啊，哎、欸、对，我想有请神秘观众，你知道吗？那个花岗岩柱啊，玄武岩柱那个啊，这是7月份的时候的事情，他们居然有办法挖记录档，说是谁是谁是谁，好像是啊，他没有没有，他好像只有查说那个花岗岩柱是那个时候为了打 BOSS 叠的，哦、但他没有讲是谁，可恶、哦，很强哎、欸，都还去翻，好夸张，哎、欸，这是真爱哎、欸，真爱啊，不对，这是柯南，柯南吧，没有是罗宾吧，考古哎、欸。哦，考古，哦，他们说是酱油哎、欸，因为酱油，哦，酱油，花岗岩，对，波波说是好像是你打死的是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如果错的话呢，你去打波波，还是七月啊？哎，那我先打为敬啊，先打，我先打起来放吧。老师说做错事只要说对不起，所以我先打他几拳，然后我发现不是我，我再跟他说对不起。没有啊、欸，你乱教的，乱教。我跟你讲，我真的被这样对过、欸，就之前有人以为是我弄倒他的车，我朋友，然后他就踹我一脚，然后我就说不是我啦，然后他踹完以后说哎，真的不是你、欸，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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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抱歉那你就再踹回他去踹一脚，气死我了！踹回去，再踹回去，到底是很痛嘞？他踹很大力哦，他踹很大力啊，
因为他当下很生气啊。哦。哇，太可怕了。真恐怖。恐怖鼠的。恐怖鼠的。啊，苦怕怕，苦力怕。花柱，花柱是什么鬼？花柱。花柱。哎呦。花之呼吸吗？花之呼吸。哎、欸，你们有遇过一种观众，就是他们不管你们在聊、在直播什么，在玩什么，他们就一直想问他们自己的问题。例如说，在玩《竞速生存》的时候，问说：“你有没有玩 CS:GO 啊？你有没有玩跑跑卡丁车？”有有有有有有有，最近特别多，大家都有玩。有有，最近特别大家都一样。你不孤单，你不孤单。哎，哈弟，哎，养动物一样没有给。是啊，就。下次再改好，我再信你一次，没有啦，我再信你个下次，我再信你一次，下次，我跟你下次提醒我下次就是下下次了，叮咚叮咚，8:06，有人要打我来了啊？你在飞了吗？你到了、哦？我到了，我到了，好，哇，今天难得是你。找精英、欸，我刚在找，刚有只，因为我想要卷走，那我也要去。你想要卷走，那我要去，我要去，哎、欸，大家都来，大家都来，那我要站一边，别让你们掉下去，让你们掉下去。哎、欸，卡好他了，卡好他了，来吧。只有我没去呀、啊，他不是卡好了，去，我怎么会说谎？我怎么会说谎？你怎么说谎？你为什么要说谎？我为什么没说谎？你怎么可以说？对呀、啊，哎、欸，小雨的头，小雨僵尸在咬你，小雨的头，是 我的头，那头还你，头还你，卷轴收起来，卷轴先抢先赢，我的，我以为、啊、是先抢先赢吗？没有，我的那个头不是你头的吗？阿纪刚刚那个头是。前一只是我的哦，我这里有证明哦。我真的，我有3颗钻石呢。那你是觉得钻石不是很？哎，有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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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提醒他。有几个人啊？一二三四个，四个，四个。嗯，三。还有波波跟迪叔啊，没看到他们吗？来，18。耶、yeah ！八，迪叔这个叛徒，他怎么了？叛徒为什么叛徒？他怎么了？为什么？哎、欸，对，导游，讲一半的，他们怎么了？所以他到底怎么了？嗯，你还没拿吧？他们那边要先解决完，他才有办法回我们。啊、没有，现在转移话题。他在转话题，他在转话题了。原来是转话题他故意不拿，然后转话题，说没有，你没给我啊。啊、他是不是在找话题？等一下，等一下，我在飞，我在飞，我在飞了。我不在家，我不在家。不是你为什么一直旋转？我刚才一个错愕。师、欸、傅，你不是还没拿吗？你在一直啊啊！他记我到了，你到了哈。到了，到了，到了。好好好。哎呦，哎，哎呦，谁到了？我到了。哎、欸，话说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观众、我这有遇到进阶版的，就是他一般不是会问吗？问说你有没有玩那个游戏？然后你可能不理他，是不是就不会说啥了，或是会被ban啊之类的？我跟你讲，我遇到有一个他是这样，你有没有玩三国？我跟你说，三国我最喜欢这个角色了。对了，这个角色超好用，我推荐你一定要用这个角色。还有这个角色啊，他的胸部超大，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但你知道这个角色是怎么回事吗？他就一直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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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讲。然后最好是今天没讲完，隔天来继续讲。对了，我昨天没讲完，还有一个是哇，他很奇葩，他是接工商，好强哦。而且有一阵子我都没看到他，差不多有5-6天都没看到他吧。然后就他第七天来，就是后面来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说我今天要再来给你推荐一个角色。他很自顾自得的一直说这样子，好强啊！哎、欸，天哪，真的好强、哦！他是公司机器人。我就觉得，哇靠，这真的是进化版哎！真的是进化版，好扯，好猛哦！对，我就很傻眼哦。然后只是我们都没理他，这种事我们都没人理他，他还能一直讲，我真的很佩服。超强哎、欸！对啊，其实这也算是一种超能力吧？啊，真的，这脸皮厚吧？他是可以无视所有人的，很强耶，对啊，没办法，欸、
很强，是不会看气氛吧？嗯，他以后追女生一定会成功，他会被揍吧？他很多话题聊不完，但就是那个女生叫他滚，我喜欢你，滚，我喜欢你，滚，可是我喜欢你，可是我叫你滚，可是我喜欢你，那就会被揍。真，哎哎哎，这样有睡迪叔怎么了？对啊，没有，哦，没有什么啊，又来了，又来，又来，是那个啦，可是那个是太空狼人杀的事，哎，真是讲不好吧？不是，你要讲出来了，讲啊，讲出来了。没事，我们都讲一半了，我们等下线下再讲。哦，看来是有瓜，有瓜，没有瓜啦，没有瓜，就是我跟迪叔都是那种共患难的兄弟，就我跟他走一块的时候，我们俩就会被双杀。然后这一次我就想，我要跟他一起走，我们不能再共患难了，那我就被他杀了。你是最坏了，这不能怪他，他是狼啊。对啊，有什么花招？最好的信任的，而且他也不嫌傻，哎，跟着我一段路才把我杀掉。跟正常啊，他搞不好前面很舍不得啊，没办法。你是想够想有酱油，够想的兄弟想杀。别说了，别说了，那一天酱油当了三次狼，好吗？对啊，好多、哦。哎，我真的是。没当前几次全部都是好人哎、欸，然后就一当就当三次，然后说小雨钻地下道，我还不知道怎么钻，在看你是不是看着别人在那边钻来钻去，然后他怎么可以钻得下去？他就看我钻走，然后也留在那边。然后我在研究了大概四五秒，哦，原来是这里啊！可是我们还是被抓了，太悲伤，太难受了。我想到波波那一次，我就觉得很好笑，烦。反指标没有，不是反指标，我跟 Bobo 就两个一起在解任务，然后只是我 Bobo 往那个小里面走，我只是下去看到泽平尸体，我马上按铃，然后就说：“哎、欸、，Bobo 可以证明我的。”Bobo 你怎么死了？看到你啊，Bobo！ 我那时候想说，完蛋了，不行了，他状态太高了，没有办法了，这个呐喊太真诚了。我就整个笑死，我说怎么办？可是你要讲说，可是我刚刚看到 Bobo 哎、欸，然后想。啊！什么？你也不是狼哦！啊，还有谁？巧克力是不是啊？那他那场是不是狼啊？是啊，是巧克力跟。是我啊，我是。不是，你怎么会那么快就发现尸体呀、啊？他就躺在那边哦。太刚好了，我刚离开一个门，然后他就马上拍了。照片很丑哎、欸！以后我当了，我一定要第一个先杀他。超羞，太气了吧！我一定要去杀他，他真是太可恶了！我要让他有永远都在那个什么。你还是跟法官说吧。对，他永远都不能跟法官说了。我很受伤啊！你想听吗？你还是跟法官说吧。哎、欸，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还是去跟法官说吧。很超羞，死人不会说话，死人只能呜呜叫。他呜呜叫，没听不到。啊，超烦！看着自己，我又死了。我现在有什么？没事，我刚刚用枝头稿敲掉风箱，然后什么都没掉。然后它是漏斗里面，没事没事。你以为你把它挖爆？对，我想到里面有蜜蜂，我是说啊，我杀死我了，我杀死了。完了，你要被小雨追杀了，危险了。天气可不在，好远哦，没办法训练话题啊。对啊，哎、欸，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训练一下据点话题班？哇，不是啊，据点话题班，你不觉得今天就很容易据点了吗？有吗？我觉得不会啊。有啊，有吗？啊，小雨到八了哎、欸，小雨据点完我最会了。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啊。不然你来跟我开话题，我来听听、欸。那不然我们今天沟通就是这样。哦，是哦，好。哎、哦欸，这个有矿，好。哦。我挖了，哦。好、哦。好、哦。哦。全场沉默。哦。你知道我们怎么剪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吗？超难听、啊。哦。哦，是哦，哦，是哦，哦。好歹没有一个哦、欸，后面还有四哦，三个字够了啦。没有，你还要多了，多了，真的假的？哎呦，啊、对、啊，没有，我要假装很有认真在讨论。
真的哦，没有哦，真的哦，奥尼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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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啊，我不知道哎，我天哪，奥尼尔，貌似好像讲了很多话，可是一点一点都没有，一都没有，一都没有，都是助词而已。你知道，哎，我想到 FB 有一组图，我看到就是有个人用语音讲话。然后你可能就回他、哇，然后他就打字说，哎、欸，我讲个笑话给你听。然后那个人就回好啊，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那个人就回哈哈笑死我了。然后他就打字说，我他妈都还没开始讲，你在笑什么？小句点的还没弄好，我反应先做给他嘛，对不对？我先笑起来放嘛，不能背。欧尼尔。哦哟，奥尼尔，奥尼尔，这是哪呀？包厢用斧头，嗯，丝绸都可以啊。啊，不是，他打掉不就蜜蜂就跑出来了？你有带丝绸吗？丝绸，我说如果斧，如果单纯用斧头没有丝绸的话，哦，一样啊，蜜蜂就跑出来了。对啊。是啊，会跑出来吧。嗯，很气 哦，观众哦，哦，观众哦，观众哦，观众表示我不背，我不背。我怎么知道你的斧头没有丝绸？我怎么知道我都有丝绸啊？为什么你都没有？丝绸不是滚吗？这样。欸、你不是抛了很多把斧头吧？怎么没有丝绸？我有斧头啦。那你拿锄头去哦。那你拿锄头敲蜂窝啊？可以除爆头，可以除蜂窝，你被蜜蜂除啊？嗯，对啊，你为什么不除？你是不是看不起小雨？啊，有什么观点？等一下，你是不是想引起纷争？你是想引发战争啊？你，我最近很常听到这句话，就是什么呀？吃饭，然后就有人说想吃意大利面，然后提到小雨是不是？不是，我就说我不想吃意大利面，我想要吃汉堡。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吃意大利面？是不是看不起他？”对，是啊，是啊，对啊，是啊，我就看不起啊，看不起意大利面，我就不想啊。对啊，那个喜欢意大利面不要来打我，我其实挺喜欢吃的，真的。尿松，我尿很松。哈啊，尿很松，谁尿尿？你啊，你是说什么尿松？我没尿尿啊。哎、欸，他继续说什么？很红石什么？红石粉放地板不是会变一点吗？嗯，对啊。再红石再拿起来再点它一次，它会变十字。啊？啊？什么十字？哦，知道啊。哦，我不知道哎、欸。啊，我不知道，你再讲一次好吗？红石粉在地上拿起来放地上不是一点吗？对啊。那如果你拿红石粉再去点它一次，它会变十字的，就是改个形态，是不是？对。哦、这我倒不知道，这我也不知道。哦，你是说那个？我不知道哎、欸。哦，哇，真的哦！哎，我刚刚不是敷衍，我刚刚真的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假的？好痛哦！我的天哪，我才不像你们！哇，好厉害哦！哇，真的嘞，好猛哦！第一次哦，哈基，你真的好棒哦，哈基哦，哈基好棒哦，我的天哪！谢谢，知道我最棒了，很好去找你哦，用过都超棒的，很好去找你哦，啊啊啊！听不到吗？你要来？怎么找他？你不在一万格吗？我在挖矿啊，你过来啊！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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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想，我好像难得你要来挖矿哎、欸，我上一集在挖了啊，哦，都他在挖，难得下矿呢、欸，对，真的、欸，难得耶！哇，其实我觉得想聚梗也蛮难的，很简单，超简单，你就不要回他就好了，对啊，对啊，就他讲什么就不要理他就好了，真的、啊。酱油的个性是没办法吧？哦，是啦，对啊。你看他平常有多少人找他聊天讲话？对、啊，有这种根本不认识啊！而且他们讲什么，但有时候我还听不懂哦。哎、欸、呀、啊，你还是要跟他们聊，是我对呀、啊。我跟你讲，正常人来说，是不是你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一般来说就不太会讲了？没有听不懂的话，我会看诶、欸。
就如果他是，我会先预设说他真的不懂，然后再解释一次啊。如果他还是回人敷衍，就不理他了。你说像我们对酱油的态度吗？啊，所以你们对我这么粗啊？没有，我们对你很有耐心的好吗？哎呀，我要继续讲了。扑屁啊！好，你继续。好，你继续。你说。我刚刚讲什么？可以提醒我一下吗？没扑。我刚刚讲什么？不知道。就是什么？不知道。在讲说什么？据点人很难。对，然后你之后就讲到什么，你回人什么怎样的，忘记了。哦，我好像想到了，又好像没想到。哭啊！啊，是有还是没有啊？哭啊！哎，就若有似无，你知道吗？若有似无。啊，就啊什么啊？就那个什么呀？就那个有一个人来找我讲他的感情事，可是我不知道，男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女方我也不认识，然后他们讲又是诅咒他说什么？你们觉得他这样过分吗？啊，他干嘛了？我不知道啊，我就说你们干嘛？我不知道。然后他就从他们相遇第一天开始讲，哇，哦，好累哦，他就传教啊。我想说，一般来说我都跟你说我不知道，你不应该闭上你的嘴巴。结果他从他今天开始讲话，花了我三个小时，太久了吧？你也是蛮有耐心的。天哪，你要刚收费、欸、啊？哦，这他讲他的是不是？他还问我感想哎、欸，我就尴尬了。那你怎么回他？柔一很好玩。啊，就一般会来抱怨，肯我听那么多了，肯定是男朋友让他不高兴嘛。我就说，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委屈。如果说你很难受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试着跟他分开看看。他回我很有道理。你这个，天哪、啊！你这个没有认真听他的讲话，也这个回答真的。他也没有认真的哇，那个就是聊太多，已经可以套用公式了。对啊，你可以套用公式哎。而且我为了增加这个可信度，还跟他说：“你不要太难过。如果他一直这样对你的话，他对你的感情肯定也没有很深。那你这样为他难过，不是很浪费吗？” oh. 他说：“对。”我就说：“对啊，没有错。”所以我觉得你先跟他分开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他回我好，然后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怎么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哇！好坏哦。没事啊，遇到这种东西不是就是一律先提分手再说啊？对啊，有感情是一律建议分手，没错，嗯。碎啦！歪刀分手。啊，我不是故意要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啦，可是他讲太长了啦。接哭了，没扑 QQ。我能在那边陪他过三小时已经很好了、欸。你打三小时的咯，你很幸福哎、欸。我没有打三小时的咯啊，我都还有离位哎，然后他都不知道。哇哇！我跟你讲，一定是因为你用按键发话，他不知道的关系。对，用按键发话。对吧？哎，按键发话怎么这么好？然后有时候他喊我，他喊你，他喊我，呼喊，他有那个呼喊我，然后我不在位置上嘛，然后他回来以后，我就跟他没讲话，我就说你怎么不讲了？他就说你刚刚是不在，我说没有我在，他说那你怎么没回我？我说不是啊，我有讲话哦。对啦，我用按键发话啦。然后就哎，所以你要骗你之前说你按按键发话，然后那个什么是怪不也是在骗我们吧？你是骗我们。我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真的会忘记，可是我跟他那次是我真的想上厕所，可是他讲正精彩，你知道吗？然后我怕打断他，我想说我去厕所一分钟应该不会怎样，结果谁知道刚好他就叫我了，好可怕哦！哎、欸，我先要澄清哦，基本上就是我不会这样骗，可是我忘记的可能性是99%。哦，是哦，哎呦，99%，哦，是哦，对啊，哦，对啊，还要吹狐狸，哦，完成，哦，真香。你好猛、啊！你怎么在欺负狐狸？大家不要学哦。他上个地形很近啊！哇、哦，那就刚刚好、欸。一个尖刺，一个是雪地，一个是那个针刺林。
刚好三个在旁边，也是运气很好。你才是最佳幸运奖之类的吧？哦，再次不要学哦，大家真的不要学哦，抓包几率很高。而且这个抓包抓下去哈，那个搞不好那个。对，会爆炸，朋友就不用当了。对，而且要在他那时候问我说，我刚刚说什么，我就完了。哎呦！哦，这样换你摔了吗？我刚刚摔到岩浆里。哇哦！我在里面在玩游戏，没死哎、欸。那怎么还活着呀？你还蛮厉害的。因为我马上起来倒水。哇哦！哇哦！哇哦！这人站起来倒水到你的杯子里面。哇、wow, ！马上起来装一杯水，要到岩浆了呢，赶快倒瓶开水喝。对，压压惊，先喝再说。哇，吓死我了，掉到岩浆了，喝口水压压惊。跟那个使用前先摇一摇意思一样啊，啊你使用前你要先把东西放在桌上，人站起来开始摇嘞摇嘞摇嘞摇。摇嘞摇嘞摇嘞。然后说他们那个什么、啊，就是在饮料店，不是会有那种手摇机，就是那种。然后跟自己手摇吗？嗯，对啊。他们到底有什么差别啊？喝起来差不多吧。就，是这样，有差吧？其实我觉得没差、欸，因为像有些人说什么咖啡搅拌的时候一定要顺时钟啊。嗯，哎、欸，这个有听过。我说如果你那个反方向乱搅还是什么的，可能会变酸。啊，真的吗？对，我之前有听这个说法，就好像、啊、这个假的，那个感觉真的是要很有研究，然后就是很敏感的才有可能、啊、才会有差吧？对啊，我们的这种的就应该不会有差，我觉得偶尔喝一次，你哪分得出来差别？对啊，嗯、有没有很常喝咖啡的、啊？讲一下，没有，还就跟什么喝酒要拿出来放着要醒一下才能喝哦，有啊，有人有说什么醒酒哦，什么鬼的？对啊，哎呀、啊，我觉得那个也有听过。我之前去买饮料，有看到那种手摇的，他居然跟我加收钱，然后给我加收10块手摇费。那你还是用机器摇好了，不要用手摇。对啊。那我自己摇好了，你给我钱。那你叫他，哎、欸，那你把那个摇杯给我，我自己摇好不好？对啊。欸、那你还要付我10块哦。对啊。那我花式调酒出来了。其实我自己是调酒师啦，不用你了。我自己来摇，嗯，对，我自己摇啊，说不定我摇味道比你还好哦。哎呦，你要不要你老板雇佣我吧，把你吃了。有啊，那个红酒要醒，这个是真的蛮常听到的。醒是什么意思啊？先拿出来放一下，就是你倒出来之后要放一下。你可能要对他说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你已经离开杯子了，你已经离开瓶子了。对，你是瓶成熟的红酒，应该要自己变得好喝哦。你等一下，晚点就要进到我们的肚子里了。你可以问宝宝啊，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好喝哦。要上班喽，红酒。你是瓶成熟的红酒，应该自己来我的肚子哦。哇哦，自己来我觉得蛮恐怖的啦。打开了应该是先拉氧化那种叫醒酒吧，是不是？不科学的、啊就是、就是要把它离开杯放一下，不能直接马上喝。嗯，以科学的角度，应该是就是要氧化一下这样子。这要问 Bobo 啦。他呕吐怪就是因为红酒害的，不是吗？哦，有人有说啦，哦、那个让酒接触空气，引出香气，并让瓶底的沉淀物跟酒液分开。哦，啊，有人也说那个啊，红酒是那个什么？红酒的瓶底越尖越好喝，你有听过这个吗？没有，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因为会有沉淀呐、啊，啊，所以它是让那个沉淀是一圈的啊，有些红酒的瓶底是那个平的，就沉淀物会很多这样。啊，我是没喝酒，我不知道啊。嗯，我也没有很常喝。嗯，好不好吃吗？嗯。哎、欸，你们说蜂巢中树会出现，可是我中了那么多颗都没有出现啊！你衰，运气，我觉得是你衰、欸，因为我之前为了要挖素材有中树，我也中了几颗就有了。对啊，然后我家的也是中出来的，然后我就直接把它挖掉了。对啊，我那天教小雨中的、啊，没有我那下可贵了，不是我那个时候就想要木头哈。他是想要木头啦，蜜蜂什么他不在意啦。那你可以把他送来小雨中途之机啊。有啦，下次我如果还有看到的话会啦。好，每天时刻就下一次还是不会。
都是讲讲的，跟讲人一样。是假的，这是高级敷衍。就跟吃完饭说，哇，今天很开心，我们下次再约一样。好啊，好啊，今天真的很好玩呢、欸。就是我们之后再来约吧，然后呢，之后呢，从来没约过了。对啊，再也不会约。再约。今天真的是玩过最好玩的一天。下次再来吧，没有下次了。再也没有下次。回去然后赖群组退掉。联络都联络不到啊，超过分。啊，我们要种花哦。要啊。哦，你没种花哦。你种的附近。哦，之前不是就说要种花啊。对啊，你还说怎么没提早跟你讲。涂鸦。啊，好像是。那你现在种一个马上就出来。不用种越多朵。对啊。越多朵不会越容易生。嗯。哦。什么花有差吗？没差。没差，没差。一个高的就好了。你可以问他看看啊，两个高你可能会站到那个蜂巢的那个啊生成位置、嗯、哦。你可以问他看看，小雨你喜欢什么花，我种给你。他喜欢有钱花，真的。我想要用钱做出来的花。哎、欸欸，请问那个什么徐一安有听到吗？听到。徐一安，徐一安，徐一安是什么？轩呢？还在那边拼音。不然你就改另一个拼法。请问那个 S Y U A N 有听到吗？请给我信号。再讲一次 ，S Y U A N。你是什么游乐园广播？是不是、啊？徐一安，你有听到？噔噔噔噔。你知道未来要怎么做了吗？就是一束花，上面全都是钱。好烦。问我，你怎么又找到雪屋啊？我在雪地逛来逛去，反正就在找雪屋啊，雪屋是刚好遇到。哇，好扯哦！哇，我要回去雪屋的报恩。哇，哎、欸，我觉得影月其实是最幸运的。为什么啊？为什么？之前抽牛排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幸运哦。抽牛排。哦，你说抽很多个牛排出来吗？对啊，然后还抽，不是还抽一堆钻石什么的，就是那种那么小的几率都被你抽到一堆。你现在吹捧他吗？没有用哦，没有用哦。那你要说，音乐好棒，音乐好棒啊！你看啊，我崇拜你啊！没有用啊，这个没有用啊！你怎么那么棒？好棒哦！对啊，好棒哦！你是我们轻松生存中的大支柱，大支，哇哦！哇哇！我要是没有你怎么办？你说生存怎么运行？你这个要对哈基，是哈基讲的吧？你讲错人了哦，有蛋了！哈基跟你都很重要。对啊，哎、欸，你们是无法分的。你想嘛，手也有左右啊，你们就像左右一样。对，你想啊，你想一只手，还有手掌跟手背啊，你们嗯，听你掰啊，听你掰啊，继续。手掌手背不可分离，心肝宝贝吗？天哪，我真的是好消亡。心肝宝贝啊，因为以前有那个、啊、手心手背心肝宝贝啊，哎呦哎呦，有这句话啊，是土味情歌以前。你说话了吗？他吹捧完了，你吹完了，哦、很棒，很棒，很棒！哇，我太棒了吧！哇，那请问我刚刚说什么？可以重复一次吗？嗯，哎、欸，我刚关麦，不好意思，你说什么？不要再雷猴了啦！你再雷猴，就让你回家雷猴。我雷猴，哇，你很凶、哦！哎、欸，你怎么了？今天酱油怎么了？啊，他就那个呀，三国仔。三国仔出现了，三国仔出现了。哎，你今天推荐什么游戏？那个啊，角色。你要说他是推荐手游是不是？魔关羽吗？魔关羽，有登录就是魔关羽吗 ？PK 八八八，没有魔关羽我可是不玩的。我发誓，这个游戏真的可以抽到魔关羽。登录就送好不好？登录就送魔关羽啊！那有没有魔张飞啊？我觉得神造云不错啊。对啊，神造云也不错。你对辣小乔，对吧？魔甘霖，魔甘霖。你知道如果说那个魔关羽是六星的话，代表上面还有七星、八星、九星，一定的、啊。对啊，可能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他还有那个变异有没有？就魔关羽超强，就是更高级，真魔关羽点改，加个超加个改吗？对啊，对啊，他不是要点改吗？真魔关羽，对啊。然后别人就说，为什么会两只角色一样？哦，没有啦，这个是他经过了多年历练之后呢，他成长起来了啦。哦，安的力变更强了，所以这是不同时空下的关羽。这不是关羽是人格分裂啦，有假关羽跟真关羽。假魔关羽，真魔关羽，哎、欸，这样已经剩两张卡嘞。哎、欸，有人想到魔关羽天能，那应该讲魔关羽水，魔关羽火，魔关羽地，哇，这可以混五张哎！永中魔关羽，救命！哈哈哈哈哈！还有星光魔关羽吗？星光魔关羽，哇！出造型的是不是？真有装模关羽，真七宝魔关羽改，然后我的天哪，泳装魔关羽点很巧酷版本，哦天哪哟，泳装魔关羽点染色白色版，没有炫彩版，炫彩。点比基尼版本，哇！炫彩还有五个颜色，你可以买组合包。真绝不凡哦！魔关羽真绝不凡。我跟你讲，搞完那游戏之后，真的这样子，我们会笑死的。哎呦，帮我们想题材，听起来很不错，刺激哦！哇，有人去想脑内的魔关羽泳装画面。我觉得我们观台后又有图片可以看了、欸。感谢李子冰。如果你要换魔关羽的泳装，你记得它有三角裤、泳裤、连身的，还有那种半身的。太多太多、欸，这样出了四张卡、欸，哎，好虚。对啊，对啊，而且每个能力都不一样，有没有？旁边还要注明他能力多强吗？对对对、啊，像是那个什么连身的，就是包太紧了，可能只有三颗星。包太紧，包太紧，哇！穿越少，防御力越高。我知道包太紧啊，那你看那种四角裤的、啊，就包一半而已嘛，所以就可能五颗星。然后那种三角裤包比较少，就六颗星之类的。好烦、喔！我问一下，你那个手游是不是只有魔关羽啊？这只有魔关羽、啊。哎、欸，等一下，有人说，有人正猛的，比泳装还猛的花架魔关羽、啊。Oh my god！ 花架，救命啊！不要好了。然后那个角色的细菌图呢，就是花架魔关羽在旁边侧着脸，然后娇羞的看着你。然后重点是旁边居然跑出张飞。为什么？所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啊？魔张飞也有花架，完了。那刘备呢？刘备在旁边看。这是怎样三角恋了？好可怕、啊！天哪！哇！那他们那已经可以出那个合体卡哎、欸。合体卡。啊，那是什么？魔关羽跟那个什么魔张飞的婚礼之类的，没有三个合在一起，桃园三结义吗？没有桃园三结婚，三结婚。这个游戏是不是只有三个角色？我还是有那五等份的武将呢、啊。武将，什么五等份的武将是不是？很恐怖哎、欸！哦，我的天哪、啊！哦，可怕！那这样子，那这样是不是还有什么魔关羽星期一、魔关羽星期二？哎、啊，又可以换七张哎、欸！哎呦，天哪！好忙啊！那种手游不是那种。魔关羽一张是一只角色，那魔关羽配张飞又是另一个角色，哦、然后张飞又是另一个角色，这样子。嗯
合体卡嘛，合体章鱼点魔关飞。章鱼，你说章鱼啊？章鱼，你说章鱼吗？合体啊，哎呦，合体啊！哦，章鱼哦，我懂意思。你说唱歌那个吗？我觉得是唱歌那个、欸，你完蛋了你！你是哪一个？是啊，他们的气跟月亮有关，对不对？我以为是那个 Octopus 那个章鱼，我以为是 Octopus 的那一个。他们不是合体了吗？他们不是单飞了吗？飞了啦，单飞以后名字就可以拆开了。单飞，对啊，单飞，好多人哦，天哪！对，人好多、哦，妈呀！我刚刚听你们笑一笑，差点把我的烤肉吃掉。你要知道这样有赔钱哦。哦，然后马上停下来了。有人问主角是刘备吗？我们刚好下面讲到他，有啊，有啊。他在证婚呢、啊，他是第三者。律师，哎、欸，不是律师，那叫什么、啊？证那个什么、啊？证也是律师哦。律师。哎、欸，问律师证婚人。律师。我有牧师的结婚，应该都是西方吧？比较西式的、嗯。对啊，就是像教堂结婚啊那种。嗯。在那种到东方好像就是哦，我请一托，你请一托，哎，好朋友请一托，家人请一托，哪那么闲请那么多托啊？哎，我目前只看到我有个朋友他请四托，哎，一托男方，一托女方，一托那个什么亲朋好友，一托是亲戚姐妹。啊，有没有前任？他们其实是前任一托的。他们其实是只想吃吧？不知道，还吃超好的、欸，我的天哪！因为通常不是全部都一起嘛，然后对吧、啊？嗯，对啊。他们是凑满多少钱，然后免运之类的。哇！所以才要那么多。你现在养拖了，再养拖就免运费喽。是这样算的、喔。优惠两拖四拖免运，还可以折九五折这样。参加抽奖，送魔关羽哦、喔。参加就送魔关羽。又回到魔关羽了吗？魔关羽参加。当然啦、啊，这是魔关羽的婚礼耶。好、哦，问题来了，他跟谁结婚？然后对象那么多，张飞啊，没有啦，是关，是张宇啊，是张宇啊，对啊，是张宇啦，张宇。他说那个游戏叫做《为美好的魔关羽献上祝福》。哦，不要啊，先不要。天哪，救命！我的天啊，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想手游企划了，太棒了，很棒哎、欸，可以来出手游了，真的，真的我们可以去出手游。魔关羽，魔关羽手游，魔关羽好忙哦，我的天。如果我要出手游，就出个魔团团。对，我正在想说魔哈技比较多人会想要、欸。哇，魔化的吗？哇，还是要打魔哈技。魔哈技，会变成魔哈技啦。魔哈技。我粤语比较多啦，粤语没有。哎，伟大的观众们，听到那个吗？做手游的素材了吗？这里有魔哈记，感谢风间续订，还有刚刚的小奈布的超级留言，感谢。哈团完了，危险了！给我解释，不是这样子。对啊，做那个、啊、你们合体卡嘛，各取一个字啊。嗯、他们是三重三结义哦，你小心哦。他们是三重三结义。他们不在桃园哦。桃园是小雨哦，不是他们、哦。笑死。哎、欸，可其实我一直蛮好奇的，就是研发一种就是这种角色养成的抽卡手游，到要总资本额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好好奇。不知道因为一直很好奇，这样子全部投到做出来，然后它到底成本是真的很高吗？不然为什么他们大家都要咳成这样？应该利会比较高吧？哎、欸，也没有，就是看你的内容有没有自主性去调整。如果你是哎、欸，就是有一些游戏你知道就是套皮吗？套皮嘞，对对对，换皮游戏那个成本就蛮低的，那个成本超低的、啊。是他自己有类似的那个吗？他有听过的。我以前有做过类似的东西，换皮的、那个什么物流的东西。物流啊，就是以前我是写程式的嘛，我是工程师啊。嗯。还有写过就是那个拿那个就是
老板嘛，叫我说你把那个程式拿去套个皮，换个样子，换样式，变成是他们家物流的专属的、物流系统，手机 app 这样子，就是图示啊，什么操作界面稍微修改一下，可是你的内容都是别人的，那然后你知道这样子一套卖多少？20-30万，靠北，哇塞，哦，然后不含后面维修，维修就是每个月还要给多少，给多少这样子，哇塞，好扯哦。那你怎么出来做实况啊？对啊，不是啊，20-30万又不是他自己拿20-30万，老板是老板自己啊，自己开啊。那问题来了，老板分你多少呀？不是啊，他自己有良心啊，他觉得不想要啊。啊，对啊，而且那后来老板就是找我叫我要签合约 ，OK 没问题，试用期原本说3个月，给我弄到6个月。啊，6个月之后找我说签合约没问题，我看一下，这合约是给那种大头的用，这真的很危险。對啊、新公司，他就是说要你就是签当你是负责人，这很恐怖啊！你有梦想吗？哎、欸，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他觉得你好骗，是因为你就做了那个6个月。哎、欸，真的是没有，真的是超好骗哎、欸！我那时候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根本就没有上报，没有上那个他没有上机关，对，不是他没有上公家机关，所以我等于那六个月是就是只有领哦，有领钱，可是没有那个对。就是领，然后直接领台币这样子，直接拿东西给你，所以后面没有任何记录，完全没记录，所以你要说后面有什么问题是那边没记录的。他领台币是可以省税不是吗？对啊，所以他就是省掉这个。他领台币，而且他不用帮你报什么劳健保啊。对啊，你就是黑工啊。我现在工作也是领台币，很好啊。啊，没有，我帮你检举吗？他说有啊。政府的话，你们政府是说在政府那边眼里，就是你现在这6个月都是在失业状态。对，你嘛是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吗 ？Oh my god！ 你要看你们那公司现在有多少人，我记得好像超过500-600以上。他如果没有帮忙报劳健保的话，你可以去告他，你可以那个，就你可以去检举他啦，因为他就是他没有尽到他公司应有的那个义务。哦，我这边好像有报劳健保吧？那就有了。我之前85°C好像就没有，我那时候85°C好像做3-4个月以后，他才说我劳健保。他说原本是没有劳健保，因为公司人太少了，就可能就是他那个啊，小雨说的那个可能要几个人以上吧，就有人数，他有一个最低的人数，他可能就是当初那个人数没到，明明有8个人。哦，好了，你现在回去检举他啦，你就当离职员工啊。我不知道他店在哪哦，我要去当奥克完就检举。哦哦哦！哎，我每次离职，我都会说，我一定会回来做奥克，但是再也没回去过了。我之前那间火锅店，我超想回去做奥克的，然后就再也没去过了。哎、欸，我很想当奥克，但我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哎、欸，我都是好有礼貌。对啊，不行，我遇到服务人员都觉得很不行，对对对，就是也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是最累的。对啊，哎，真是哎，他们人太好了，真的，你真是个好人。每次东西有问题，我也都不想骂客服，我觉得不是客服的问题。嗯、叫你们主管出来那种的哦，那种奥克才是真的奥克。错都不会怪在那个员工，就叫老板出来，出来面对。好，杰克，你的回合。嗯，他不在，他不在。打工的呀。我第一次打工的时候，那时候是也是在火锅店。嗯，然后那时候就是火锅店，就是你知道火锅店正常来说就是会有只有卖火锅嘛，我们那边是有卖牛排加火锅，哦，还有自助吧，哦，然后他其实那时候是在桃园的某个市议员开的，哎、欸，后来已经倒了，哎、欸，后来好像是因为就是里面他员工请的人很少，然后在里面就是你知道我正常的端火锅应该慢慢端嘛，我是用跑的在端的，太危险了吧，哇，你在里面跑、哦。而且你知道他牛排啊，有一些牛排，反正我没讲哪一家店没差吧啊。嗯。但是正常来说，牛排下面会附一些铁板面嘛。嗯啊。那正常后面流程应该就是可能，厨房拿一个夹子把铁盘烧红之后放在那个桌上，放在木板上。接下来你要可能要上面底部有一些面嘛。但那个面呢，不是厨房自己弄，是交给服务生进去的时候帮忙用手去抓面。到盘手，哇哦，哇哦，没有任何的洗手啦，而且我才刚刚才去刷完桌子啊，哦，哇，还有余味，
哦天，这样子弄我真的觉得哦，真的天哪！哇，你们这个也太贴心了吧！免费加料哎、欸，不是收钱。你喜欢免费调味吗？你们那调味一定很够、哦，超值。哇，那吃起来味道好特别哦！对对啊，因为我们今天是经过特别调味，我们没有经过这些49天。没有你下次去吃的时候说，怎么今天味道不一样？哦，因为我刚刚洗手。哦、我点指甲的啦，不好意思啊。对。天哪！然后后来这家店倒了，醉啦。挺正常的。而且你知道他楼下是那种宠物店，楼上开火锅店，然后就。很多人就会讲说什么堪忧，狗狗被杀了啊？不是吧？啊，不是啊、喔欸！我以为堪忧是这一点呢、欸，太堪忧了吧？狗狗应该不是一般的堪忧了。啊，火锅店的时候好像他刚开幕没多久，跑去做，然后做，后来我离开，我好像做了3个月吧。嗯，然后3个月之后，我离职之后过没几个月他就倒了。哦，啊，福神走了。那他没做多久啊？没做多久、啊，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就是他那个餐厅外面会放一些，因为楼下都宠物店嘛，他想要吸引客人，所以在餐厅的外面他放了几个可以让小朋友们去玩仓鼠的地方。哦，玩仓鼠、哦、超不行，超不行，我的天、啊！我的天哪、啊！所以说，当你觉得烤肉料不够的时候，可以去玩一下仓鼠再回来。不要了，天哪！就是你常常看到，因为仓鼠有时候老鼠嘛，就是有时候会自相残杀什么的。对啊，所以你常常看到那外面那个仓鼠，它那个血血啊、木屑就全部都是染红的。哟，救命！仓鼠真的不能养一起耶，仓鼠要那个一笼一只哦，记得哦，谁把它养在一起，我揍死谁哦。没有，所以你们看到那种夜市那种趴在一起的仓鼠，是因为他们还小，他们长大也栽。他要不是生爆，就是把所有人都咬爆。嗯，对，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养一起，不然你就要收尸了。这很严重，很严重，这很严重。啮齿类都是啦，大家千千万万要记得。我家狗也同意呢。欸，其实我很好奇、欸，因为你家那个什么猫咪咖啡厅、狗狗咖啡厅，不是都超可爱的吗？对啊，我之前就有跟人家聊天，倒霉全人在聊天，然后就有个人说他觉得其实猫咪餐厅很不卫生。我说为什么？他说啊，大家就不能接受像是什么什么餐厅啊，什么带宠物进来啊。啊什么的，那说真的，他说猫咪也是宠物呀，就算再爱干净，还是宠物嘛，那不觉得脏吗？然后我们大家就在想这个问题。还有吧，有些那个宠物友善餐厅也是可以带宠物吧？对啊，这种的其实当时我也跟人家聊，就是反正就是你不喜欢你就别去那家店嘛。对啊，对啊，因为能接受能去会去的就是能接受的啊。啊，如果你都明明知道这边有宠物，然后你还去那边，然后觉得哦好不卫生，好脏哦，好难吃，然后去检举，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嘛。嗯，您都知道那边是友善餐厅的啊，你偏要就是来那边来闹。哇，我记得那时候会聊，你讲。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应该是说，餐厅不知道你的宠物是怎么照顾的，所以他不放心说你的宠物进去会不会有什么病菌之类的。对啊，对啊，那他自己照顾的宠物餐厅的话，他们有他们觉得 OK 的照顾方式啊。嗯，所以我觉得。店家会担忧的是你不知道你的养的方式啦，应该是这样子。Yeah,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哇，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上次他们会讲到这个，好像是他们去一间，然后就有人带狗进来，然后就有个人说：“哎、欸，好脏哦、喔，他怎么可以把狗带进来？很不卫生呢、欸。”可是那个人又很喜欢猫咪，所以他会去猫咪餐厅，他们俩就吵起来了。啊，当标哦。他就说猫咪很爱干净啊，跟狗又不一样。啊、兔子又爱干净啊。对啊，兔子又爱干净。哇，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旁边听，我们就觉得，确实这好像是个问题，可是好像不太需要去细想它。阿静，你刚想到什么在笑？会不会回答啊？你也没很多爱干净啊。那、啊、你整天在外面跑，你也没有比狗干净啊，超凶哇！而且狗很可爱耶，比它还可爱。不行，我是猫派。吉娃娃，猫是兔子派。吉娃娃，不要吉娃娃，吉娃娃我不行。又回到什么动物不行的那个，就是团团给团团的爱。
吉娃娃。为什么？为什么吉娃娃？不行。等他回来就发现他房间蹦了一只很可爱的生物。嗯，吉娃娃。不要吉娃娃，你要，然后上面还有纸条，你要好好把它养育长大。啊，我知道你送他就是现在不是很多那种定制抱枕嘛，然后你送他就是吉娃娃头的抱枕，然后眼睛又超大颗的那种。那背面是什么波妞？不是香菜，不要香菜，不要啦。就是波妞手上拿香菜，然后吉娃娃叼着香菜，不要，好恐怖。我真的是又想好了，是不是？对啊，哎，很害怕，没有这样决定，很恐怖。啊，我们来那个交换礼物好了啦。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快圣诞节喽，各位。全部都买吉娃娃，吉娃娃。下次去你们那边，然后发现团团房间全部都已经不是熊猫了，是吉娃娃。对，还是那个啦。我们干脆我们不要玩什么圣诞节交换礼物。嗯，你会怕了吗？玩那个，我对啊，我们不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要上来吗？我们就那个时候来啊。好啊。你说要不要交换礼物啊？好啊，恐怖交换，我讲恐怖交换礼物啊，一到跨年交换礼物，跨年交换礼物，跨年交换礼物，你是把恐惧往后延而已，没有，我相信我不会抽到，除非你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可是我们不能同样的啦，这样不好玩，不一样啊，不一样，吉娃娃杯子一个，吉娃娃抱枕一个，吉娃娃毛毯一个，吉娃娃毛巾。好困扰哦，抽到吉娃娃的几率好高哦，小雨会崩溃好吗？我也不想要，然后最后都不要留在工作室有没有？我会啊，我不小心的忘记拿了，忘记你先放你们那边啦，忘记没来，不去拿了，不拿了不拿了。有，那我可以帮你们外送到家。不用啦，运费太贵了，舍不得你花钱。没关系啦，可以，没问题的。哎，要不你先帮我放在团团房间，我改天再去拿。下次下次我会帮你邮寄回去的哈，邮寄回去。然后再放就是两年。超久。天哪！我觉得狗好可爱，而且好聪明哦，贵宾狗真的好聪明哦。你说炸鸡吗？那是红贵红炸鸡，红炸鸡啊，还有黑跟还有黑跟白，红炸鸡很可爱啊，是吵，吵，我觉得国美比较吵，好不好？还有一只凶我家的猫跟兔子，哎，超吵的。你要去训练它，它也可以很乖很可爱。你知道我之前就有在那个莱尔，也很乖啊。没有，那不一样。没，不是，我之前在那个哪里啊？那个就是莱尔夫，就看到有一只超乖的，它就是坐在那个柜台上面，然后它完全都没动，死了。那是娃娃吧？没有，它是像娃娃一样没有动，然后睁大眼睛一直看着你這樣。它活着吗？它活着，它活着，它就是贵宾吗？它是间谍贵宾吧？间谍贵宾。这是一只间谍贵宾。然后看到它主人来之后，就是也是做好，但是就是咬着尾巴看着它这样。哇哇！只有狗，而且都没叫，重点是都没叫。好可爱、哦！不行，我家的那只真的是吵爆。我家的也吵爆了，你们都听到了哦。可是你家那只是大型犬不一样。对啊。它是中型。哦，中型哦，它中型叫声堪比大型，比大型还凶。我真的觉得目前狗狗这样看起来，我觉得比较就是常常这样全部这样看下来，最不会叫是不是就是这种拉布拉多黄金猎犬跟哈士奇、啊？就是、个性比较稳重啊，对对啊，好像都比较少看到这种会欧贝狗的。哈士奇不叫啊，它只是发挥在其他地方而已。对，它不用叫，它咬的，它把人家咬爆。对啊，它不需要叫，你回家看就变你叫了。对啊，他是拆家机器。对，我想，如果养猫的不都跟猫咪讲话，自己的喵喵喵喵半天吗？那养狗会吗？不会啊，你要问这样，还有繁星。我是不会跟他汪汪汪啦，但是我会一直跟他讲话。可是我养薯条也不会啾啾啾叫啊。哇塞，好像很合理耶，突破了。可是养猫的就会跟他喵喵喵哎、欸，没养也会吧？没有，你讲的是个例吧？像是什么薯条，你好可爱哦，薯条，可爱，可爱，哦，薯条来七个，哇，薯条，给我吸，给我吸，哇，哇，我
我就听到猫咪在乱叫。真的苏康他还会回耶，那个我朋友他家猫，我朋友说喵出来出来出来喵，然后猫就像看智障一样看他。就我看过一只超有灵性，应该说超聪明的猫哎，就大家喊他，喊他就是叫他过来，他就真的过来了，有咪哦，就过来。有没有，他附在人家身上吗？然后重点是因为 那个人是猫狗一起养，然后他就说哎、欸、去帮我把那个狗狗叫来，就猫咪还真的去叫哎、欸。哇好乖哦。好聪明哦，我的天啊。真的哎、嗯、好聪明。对啊超聪明哎、欸、我觉得能教育成这样真的是很厉害。我看日本但看看我家狗真的教育失败。看谁教育的啊。你知道以前啊，就是转移话题的吗？就是、不是，没，哦、我就是要讲，我就是要讲这个啊。哦，就是以前不是都说教狗就是要爱与暴力并施，嗯，要那个让他知道这样不对，然后他以后做对要、嗯、要给他糖果。不是给他糖果，给他糖果，给他死啊！他死掉了，虐狗虐狗，给他吃的嘛。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家狗就会乱咬啊，会乱吠啊，然后还会爬桌子什么的。然后我就跟我家，然后我就会那个什么呀，我就会打我家狗，说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然后后面他下来，我就说好，很乖，你不能这样哦。如果他没有乱跑的话，我就干，我把我剑丢了。你就把他剪丢了，我就给他狗零食，就不要打他啦，好舍不得，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哦，我跟你讲，家长真的是教训，就是在那边教育宠物路上最大的绊脚石，真可怕，好可怕。对，结果他越长越歪，然后我就问兽医说怎么办，兽医回我打。啊，就是你要让他知道，就是。他会对什么事情会恐惧，这样就他就不会做了，这样吗？对，他就一次两次之后，他就不会去做那件事，因为他知道他会被打，他会不开心。但是家长去看到会直接啊、哦，不要不要，别打，乖什么的，而且他不懂啊，有人阻止怎么办？打那个家长、啊。我们没法解决问题，我们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而且那时候就是在教狗嘛，肯定要打的呀，不然有时候其实你刚好好讲，鸟都不鸟你。然后那时候我就打狗狗，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忘记是 B C 还 R C 什么的，忘记了就没有关，然后就有个女生说，哎，你怎么可以打狗？他可怜呢，你不要打他了，你不要打他，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肯定打我，其实哇哇哇，在开台哎、欸。然后很气，我就跟他说，那他咬我怎么办？咬回去啊！那你就不要打他啊！是我给他咬是不是啊？然后我就说我给他咬是不是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是啊，就是他咬你，你也不能打他。哇塞！然后你就说好，那我下次带他出去啊，你给他咬一下哦，这样就好了。我知道，我那时候可以一开始听到还好，我就跟他说，可是他咬人，我必须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嗯、他就是在那边好可怜，可是好可怜，狗好可怜。如果你被打，你不会痛吗？你良心不会痛吗？他只是个狗狗。我会痛啊！可是我知道以后我就不能这样做啦、啊！啊，然后他就在那边狗好可怜，我就是说哦，我很坏啊，打狗啊，虐狗，他说我虐狗。哎、欸，我问一下，他有没有开台？他刚刚也讲过一样的话。我有个朋友啊，他都会打狗、欸，我打狗，我跟他讲，他还说阿狗就是要打。对，好像好难过，感谢超级留言。哎、欸，我那时候听到真的很生气耶，因为他就是说我不该打狗，那我问他怎么教，他回我不知道，可是我不能打狗。所以他有没有养过狗啊？他没养过啊。啊，那这难怪会这样子。嗯、我跟你讲，就是没养过狗人才会在那边说你怎么可以虐狗，你不能打狗。不然其实根本都知道，其实多少还是要一下。对啊，对啊，因为这小孩就乱咬人也是啊。或大声对他也可以啊，不一定要打。对啊，就是你要吓他，让他知道，他会做一些不好的，就是已经都没用了。吓到了，我被吓到了。抱歉。我跟你讲，那时候会打，就是因为都没用了，就是你用死，因为我就都就是心情好，就舍不得打他、啊，要教他，要教他什么，他说叫我不要啦，算了啦，算了啦。然后就到后面，你吓他，你给他吃东西啊什么的，连就连不给他吃饭都没有用了。天哪！哎，
对啊，就我当时他被咬了，呵，教不了了啦，没用啦，没有太大了就没办法，教、啊、不了，真的，我现在就被每次被咬就说要把它丢掉，然后就真的丢了，不要丢它，不要丢它，很可爱啊，我跟你讲，它真的不见了，我就先冲出去找，哇，傲娇。哎、欸，是不是一刚开始养动物，可能比如说家长一开始都不太想要或者怎样，但是到后来都是反过来，对啊，对啊，就是阿妈心态啊。家里养不活啦，浪费钱。不要养，你养了你又不顾，是啊，那不行啊。哦，那到时候你自己用哦，我不养哦，不养哦。对啊，我不会理他。那个什么，他吃饭你要自己想办法。他、就啊，你肚子饿了，来吃饭，来来来吃东西。我跟你讲，我妈就是这样。我妈那时候说养狗，她绝对不会顾。就我现在每天回来，哎、欸，我给你买 Olen， 狗吃 Olen， 我给你吃狗饲料。对啊，就是你不可以加任何调味料啊。吓到了，清水煮的那种，清水煮寺庙吗？清水煮寺庙，清水煮什么呀？我给你买欧蛋啊，我给你吃这个，哦，给他吃点饭好了，我就说你把他喂胖了啦，他就说没有啦，我才喂他一点点，然后就不会胖了，整个就是阿嬷藤金村，对啊。我妈他们以前很扯啊，以前我们家还养猫，他们就说不要养猫，那麻烦，因为猫又不亲人，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养猫之后，他们会去鱼市场买那种小只的鱼，然后自己回来烤成鱼干给他吃、欸。好呀，这么傻眼呢、欸哦？他说这叫健康，他说没有添加物，然后就哇、啊，你饿了吗？哎、欸，来冰箱有罐罐，然后冰箱有鱼干，然后还要烤一烤，然后没有那么冰再给他吃。我真是傻眼呢、欸！但女人都没这么好。对啊，啊你饿了啊？那个冰箱有那什么，自己去热来吃哦。来来来，你是一只成熟，你已经是个成熟的人类了，你自己会弄饭吃。但女人就是爱、啊、不会自己买哦。然后对猫猫狗狗，哎、欸、来来来，我给你买好吃的罐头饲料，有没有？这种是饲料，还要那种高级的，吃的都比我好。真的气死。就反过来了，反过来了。那妈，我是不是捡回来的？差不多的。那猫的罐头有分啊，如果是零食罐，当然不能天天吃啊。有主食罐啊，对啊，有那种湿食啊。嗯，是有不一样的那个罐头的。嗯、哦，不过我真的说气死，那自己买鱼回来烤鱼干，我真的是傻了。哎、欸，真爱、欸。我就也会去买肉哎、欸，然后回来清水煮给我家狗吃。哇！我也是买果干鸡烘给布布吃啊。对啊，这是真爱。就是我不喜欢它啦，就是哎，养着它是责任啊，养、哦、很麻烦哎、欸、呀、啊，没办法。对啊，哎饿啦，我给你弄鱼干，我给你弄肉。真的，吃开心点啊！啊，加布布。耶！太好笑了。我家真的是慢慢变成动物园了，真的哎、欸，很好啊，什么都有哎、欸，他们相处融洽吗？他当时都是野猫在养的，那不是吗？从野猫对啊对啊，哎、欸，到我们家现在那个车库还在养野猫啊，我都听到觉得好猛哦、喔就是我们家车库就会放那个啊，就是他会放那种比较便宜的饲料，然后就是因为会有野猫来我们家的车库，然后你就会拿碗出门的时候看到，哎、欸，有猫啊，喂一下，然后喂到后来就固定有三只猫会到我们家吃东西。哎、欸，你就跟我那个跟我表姐一样，因为我表姐是有在那个、嗯、哪里啊，在永春那边有开一家那个指甲彩绘店，嗯，然后她自己就很爱猫，她、嗯、已经养了三只猫了，嗯，然后呢，但是她在外面啊都有放一排大概三到四个猫的碗，然后还有大概三到四个猫的纸箱屋，哇，然后就变成她就定期去那边放猫饲料，然后呢就会有野猫在那聚集，她会不会被抗议啊？好像还好，都有两派的人呢、啊，对吧、啊？目前听他这样，好像没有听到说有抗议的人。然后我想说，哇塞，好猛哦、喔，很真的猛。我家那个是不会抗议，反正放在自己家的车库里面。猫很猛哎、欸，然后每次来，然后还有几只会吵架，你要分开时间喂他们。会吵架，会在改天在你家生一窝小猫啊？是没有啊，那其实都是已经是那个就是已经 TNR 的结扎过的，嗯，就是都有监测的。家猫被那个还是就流浪猫、就是，就应该就是流浪猫啊，就是反正他们看起来都是已经有结扎过，然后反正就来我家要吃的。对啊，我就发现其实隔壁家放养的，他就想说啊，那边有人都会帮忙。没有没有没有，隔壁家是
抱了一只那时候会来我们家吃吃饭的白猫回去。哦，对，因为那只真的超乖，那只小白猫真的是超乖，而且超漂亮的。对对对对对，他说那时候超可爱。然后你爸还你妈不是说，那个小雪嘞，怎么没看到小雪了？对啊，怎么没有看到小雪？然后还反而是被隔壁家的抱回去养了。哦，太乖了。对啊，超乖。所以说这个吼，抱猫要快。他们就一直他们还偷偷摸摸，你知道吗？他们那时候就是其他的猫要跑进我们家，他都不行。然后他们那时候还假装把门打开，说：“小雪你怎么在门口？门打开了啊，你怎么跑进来了？”他演情景剧，我傻眼哎。对啊，那时候听到怎么快笑死哎。对，然后结果后来是因为小雪进来之后，我们家的猫就是跟他生气在哈气这样，然后他们才赶快把小雪带出去。太霸气了，还演戏？对，演戏耶。我真是傻眼，直接放进来就好了。他们想有思维眼呐，对啊，没有，因为他们一开始原本都在想，我们干脆养一只猫就好了，不要再养第二只了，这样很就是很多时间都耗在他们上面什么的。他就你怎么跑进来了？真的觉得不知道干嘛，超好笑的。太有趣了，这就是爱，这就是长辈。真的。然后还有另外一只是一只虎斑猫，超级塞奶，它就是会整个在你脚边一直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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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蹭的那种，好可爱的感觉。其实我发现流浪猫会更，就是亲人以后会更黏人流浪过了啊，见过世面了。对啊，真的。对啊，反而家猫好像就比较高人，它比较人间险恶啊。对，温室的花朵。真的。所以大家明白吗？那个什么领养袋可以购买哦。真的超多超可爱的流浪猫，我们家的猫以前也是那个流浪猫，后来领养的。家狗奇怪，我家狗有流浪过，怎么就不知道人间险恶？可以废我们。人与狗与狗的差别怎么这么大嘞？人家家的贵宾也都超乖超可爱，我家超吵。你没有英文叫人家狗那个贵宾拜拜？贵宾拜拜好像是本身会有的哦，他超级现实，他一定要有吃的，他会啦，可是就是他一定要有吃的，他才会那个。贵宾拜拜是他天生就会的，啊，真的是哦。对，因为我家以前的贵宾狗就什么都没有教，自己就会拜拜了，好扯哦。对啊，可以说贵宾狗的智商其实是很高很高，非常的高，好像第三高的狗吧。第一高是什么呀？是边边。邊什麼我知道他那个边境牧羊犬，他自己别说了吧。后面啊，后面在后面。其实我骗人家说他是很聪明的，只是他不想理你而已。他困在一个白目地方。对，他不是很聪明，可是他只是不想理你，不想受控。对。拉布拉多跟黄金猎犬应该都算聪明哦。对，好像还有米格鲁之类的。对啊，米格鲁也是啊，其实米格鲁也很聪明。我记得有一只狗，好像是非常聪明的狗，叫边什么的，忘记。边境牧羊犬。那个边境牧羊犬。对，他就说这个超聪明哎。对啊。牧羊犬。可能聪明到我都要说他会觉得是智障的地步，我就真的假的、啊？那时候不是有看到类似的吗？他说。他那么聪明，为什么不去干嘛？你手上有枪，为什么不去冲？我记得看到这一篇吧。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对，他说什么？边境牧羊犬那么强啊，为什么警察不会叫他去什么对跟歹徒什么攻击之类的？然后边境牧羊犬讲话：，你手上有枪，不会对他开枪哦，那很危险呢。我知道这个，就是他就说，就是那个警察说上，然后。冰榔就说：“你瞎了吗？他有枪、欸，枪哎、欸，瞎了，太帅了吧！太搞笑了。有看到在分享，瞎了吧？我那时候看到，我真是笑出来。你瞎了吗？他有枪哎、欸，怎么会？他就说：走冲！哎、啊，你怎么不自己先上？你有防护罩我没有、欸？不是你有防护罩没有、欸？防护罩？哇塞，到底是哪一个世界？防护罩？话说有人在家吗？我啊在家。听一下，站在岩浆旁边，站在岩浆旁边。你要飞？不用，你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肚子，我地方还没打。今天你还没死过哎、欸。我对，快到了，快到了，还有三只苦力怕扣打，我先去打一下，我苦力怕没打完。对呀，要打副本哦。
对啊，等一下也要来排队打副本。对耶，求同桌了。看你打副本。那、啊、你不打、哦、？OK。嗯，就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很北西的 OK， 有遇过？你说现场吗？对啊，现场没有，我没有。嗯，多北西。就是之前遇过一个那个北七，就是他跑来那边闹闹场，专门来闹的。嗯，他说什么那个火锅的料啊，那个里面的东西都没熟。嗯，他说、啊、没有啊，东西本来就是没熟的，要自己煮啊。他有什么问题啊？等一下，又有那种很多北七来来闹场那种的，然后不知道是听说好像是就是好像有背景的那种的，然后拿一些很奇怪的理由来闹场。他是生活压力大吧？真的哎，故意来乱的啊！对啊，还有那个什么要排队，排队的哦。不要，我讲一个另外一个笑话。好，就是有人不是说他的大排长龙，就觉得说不想排队嘛，就冲过去跟那个经理讲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贵宾哎，你叫我排队嘞？问他是狗吗？经理就说哈士奇要排队哦，抱歉，哈士奇要排队。好风趣哦！我在我讲笑话，我忘记我刚刚前面讲什么了。为什么要讲什么？OK，OK，OK， 这种有背景的，有背景的 OK。我是有遇过那种很那种记忆力很差的啊，就他点美式，然后每次做完以后，哈哈哈哈哈哈，是哈基，你是不是在对他？你是谁？好难过。好，你可以继续了。他点美式。哦，他给你。你看什么？没有，他没有，他没有针对你哈基，我听出来了。然后我就给他美式，他说啊，我不是给拿铁吗？我说不是啊，你发票是给美式。哈，我是给美式吗？我应该是给拿铁吧？我不敢喝黑咖啡的。好吧，我就给他，我就做杯拿铁给他。嗯，哎，怎么是拿铁啊？我不是给美式吗？他故意的、啊，他是故意的吧？我就想他是故意的。他是男生啊。他就说，哎，奇怪，不是啊。他后面自己补一句，不对啊，我是给拿铁还是给美式啊？三条线。我的天！天，他是不是想搭讪你？对啊，女生不能搭讪女生哦，你不能搭讪吗？哎，你从上一集就说女生不能很帅的哦，我真的觉得你哦，我们这样很政治不正确啊。对啊，搭讪干嘛？给哎弟弟，我帮你要到电话喽，拜拜哦，上。他不一定是弟弟啊，对啊，对啊，他自己想要，他自己想要啊，对不对？对啊。哎，老公，这个不错哦。为什么有老公？为什么？为什么？那我他就说，你的世界观好怪，看起来像刚睡醒。然后重点是后面他选了拿铁以后，他付了钱，然后人就走了啊，咖啡不拿。啊？他咖啡放在柜台，然后钱也放在柜台，人就走了。啊、就只是来闹你，给你喝啊，对啊，也给你喝的。哦，没有，他要打电话过来。他说：“哎、欸，我拿铁忘了拿、欸，哎，我等下就过来拿。”我说：“你是？”他说：“哦，我就是那个、啊、美式拿小姐。”我说：“美式拿小姐，美式拿。”他自己讲的，他说他是美式拿小姐。笑死！他是大冒险输了吧？不知道。然后结果他说下午都没来拿。傻眼哎、欸！他是没拿小姐，我真的是很傻眼。美式拿。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没事啦。他的口音是沙男的口音吗？沙男，苍田沙男吗？对，所以说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风花的那个拿拿，讲话都是个拿。操，好笑。大白，我这边有看过苍田沙男的有谁啊？我没有，看过哎、欸。有谁没看过？没有，我看过。你也没看过？没看过。你有看过？我们该看的。我看过啊。你知道我是知道这个，但是我没有看。嗯，原本想说是不是有代沟，可是好像不对。哦，好好说法。我怎么都没说，我怎么没说？我看过哦，我看过哦，可是我中间有断掉了，我只知道主角群有谁而已。哦，好，后来又把它再找出来，再全部再看一遍。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人会被称为那个啊？渣男？嗯。
绿茶是不是？哦、很渣女，就刚讲的啊，讲话有个拿字的拿拿，到了就小时候都觉得女生好帅哦，坏坏的，长大以后骂渣男，还好吧？女生哪里渣啊？没有啦，就是开玩笑的，就是他们在开玩笑的时候。好了，女生还好、欸。回家了啊！可是我觉得雨山很摇摆不定哎、欸，没办法、啊，他为了寿司出卖灵魂呢、啊，不是吗？他为了寿司才跟风花在一起的，寿、哦、司。可是我不行。你看他坏坏的眼神。这雨山才不是渣，他只是忘记说分手。不行，我没办法接受。他只是心裂成了两半。太有笑了吧？嗯，然后紫色头发那个就觉得很可怜，紫橙、哦、叫什么忘记？紫橙啊，紫橙，加村紫橙。我以前叫他紫长哎，哎呀，是吗？我操，那叫什么名字？哎呦，哎呦，记不牢。小雨讲渣男的话会爆雷吗？哎、欸，没差吧？这都这么久了，对啊，这么久了。都出他们长大之后的故事了、嗯。他们啊，对啊，这个很久应该没差啦。没对啊，哎、欸，长大后还涉及 BL 哎、欸，我觉得超酷的。为什么？我觉得他是为了跟现在那个吧的关系。因为他本来以前在写的时候，以前就有吗？对。嗯、他说因为直城真的是太喜欢沙男，他不管跟谁交往都会去找沙男的影子，最后只能跟男生在一起这样。哦，哇。哇，好深情的男子。可是我就算再怎么喜欢一个女生，我也不会最后 找男生。对啊，我不懂哎，为什么是喜欢一个女生，然后最后就去找男生？为什么？对啊，也没有应该说他本来就是双性，只是他后来没有办法选择跟其他女生在一起。哦，因为看到女生就想到杀男，对，他只要看到女生就会不自觉的去找上杀男的地方。嗯，快点，楼上的乐没有在看团团。有上乐透箱，对，剑蛙版。不是也有人说，就是被那个什么、啊，被那个有些人被异性伤害到不行，以后就会变成同性恋吗、嗯？没有，那只是他原本就是双性，可是他在找理由借口。对啊、嗯，因为你如果你本来就完全没办法接受的话，怎么可能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接受？对啊，那、因为。那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个女生，她因为没有男朋友，后面交了个女朋友，她就跟我们说，她被男生伤害到无法再相信男生了，突然觉得女生更好了吧？这样。那她是没被女生伤害过吧？对啊。她被女生伤害完一次，就是哦，我不能再接受女生，我还是觉得男生比较好。出家吧。对啊，之类的。你还是出家吧。因为这种出家比较好吧，都不要。对啊。对啊，这个感觉真的就只是双性的关系，我觉得跟那个。关系啊，就是他可能就是在心里面原本的那个比例大概是什么六比四之类的，说他觉得他是喜欢某一个性别、嗯，嗯，然后后来他觉得可能他遇到了某一个喜欢的人，他是另外一个性别，他也可以之类的。对啊，对啊，搞不好团团被猫咪伤好伤到了之后就喜欢吉娃娃了、啊。不可能，不可能是吉娃娃，吉娃娃，你在很难过的时候，吉娃娃搭着你肩膀说：“没事没事，下一个会。”没事啦，不要哭啦。谢谢。我会说你去找别人吧。好暖哦，他这样安慰你，你还叫他找别人，以后再给他饲料再走啊？对啊，我可能给他看饲料，然后就走了。你要想他舌头吐一边在看着你耶，然后他就跟你说：“给我一个机会。”给我机会。一个机会吗？他也喷出来。他就跟你说小蛋鸡嘞，小蛋鸡嘞，小蛋鸡嘞。哎、欸，对，题外话一下，团团，你昨天说的那个决定是公开的吗？还没啊。啊，所以是不公开的、啊哦。对，就先讲，小雨之后自己会跟大家讲。小雨，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修蛋姐嘞？他的修蛋姐，他的要修蛋姐。这个就等一下跟酱油那个一起撕下撕哈，撕帅。是啥？你知道昨天我那时候在麦当劳在想，团团到底在做什么决定？我还想到一个是，团团会不会想出家了？我跟你说不可能，我
抽奖这个真是很大决定哎、欸！哇，这是重大决定哎、欸！哇，他不能吃肉，我不能接受。还是你偷交女朋友了？没，我跟你讲，昨天的一堆人都在私信我，是讲告白了，交女朋友了，有对象了，白痴、哦！你说那个 po 文哦？对啊。啊，你 po 文啥？我现在马上去搜，等等回来。好、哦，你都没关注哦。哦、oh, oh, ，没有，他没有加我们大家那个吧？哦、oh, ，对了，哦， oh, 都没加你最爱。没有用卷。啊哦，天哪！我们现在有小雨。我忘记没有卷了，白痴！我不是故意不关注的，你不要生气。欸、小雨你在看吗？ Hi. 还是没有啊？我想说要不要一起打？好啊！哇，抽箱子是抽哪一个？我忘记了。打。血量。抽箱子在旁边那个墙壁上面。抽箱子改那个啦，改哦，不是买、那個、买买买老板好 NPC 好、啊，我直接跟商人买。你要加什么跟什么？可以加、啊、时间限制血量，时间限制跟血量。现在地下全部插火把，是不是连蝙蝠都不会生了、啊？对，蝙蝠要过岸才会有。限制。啊，还有可以那个、啊、什么0.8或0.6，我不知道哎、欸。0.8是一定可以。没有电真的是好衰。那力量要吗？嗯，力量。力量可以、欸，那力量应该是好，那哪个力量？力量可以乘以5倍，还不会很痛哦，真的、啊。对，我刚刚就是5倍打哦，有。然后发现你等等等，你确定你的装备跟他们的装备差不多吗？我就对啊，我就是钻石装，然后都保护保护基本值而已、啊，没有充啊。嗯，哦，八分钟啊，你看一下，我看看，找一下，然后把你丢进去。把我丢进去，把我丢进去，我自己打是不是？九六，我这太久没用 FB 了，我居然不知道怎么搜哎、欸，完了算了。它变新版，我也不太会用东西了。对啊，怎么弄啊？大家都不会、欸。我发现我的都一直还没变新版，不知道是我的怎么又爆啊？太快了！我的天哪！哎，不要重装，不要重装啊！3到4哎、欸，10%而已吧，是不是？我3到4不会痛的、啊，再买一个。我一跳可是就很烦，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天啊！今天你不适合啦，今天不适合啦。可是我好不容易存了好多组钻石，好想冲哦！够啦，不用住啦，就是拿来冲的啦，冲了啦。你今天运气不好，不要冲啦，说是冲啦。你看你又是爆两件的哎、欸！哦，就爆两。我跟你讲，这个第三个如果3到4又爆，我就不冲。就都冲下去了啦，因为游戏制造商跟玩家的差别就是，厂商会叫你冲啦，冲啦，冲啦，冲啦。不是3到4的几率、欸，这个蜜蜂是他们推着跑，是不是？啊？我记错了，我血量可以更高、啊，我没血量了，血量光点没了。嗯，所以我才想说要打那个，要、哦、打飞的，对，啊，怎么又爆了？没有，没爆，没爆，守住了，守住了，守住了。我傻眼嘞、欸！我今天是不是去抽卡最快啊？15%我都中。是啊，该冲该冲了，夸张哎。哇下啦，你要不要分5钻给哈记？没有啦打完了，剩这两只了。好，就那个大义灭亲就交给你了。等一下也要刷哇！你发送48颗，哎、欸，你们才48颗？对啊，48，我觉得好少，怎么这样？我防爆菌没了。哎、欸，对我刚刚显示是10颗，但是我是拿了120颗、欸。他那个不知道怎么有受变障，我是找不到原因。嗯、所以我们这样正常哈。好，我去正常吧。阿基，阿基可以用钻石买光碟啊。打自己打。如果缺少哪一块，就是尽量打。我现在想说，先把火把给拆掉，来 打一点蝙蝠。关门。啊，对哈。你怎么不用？你要不要改用水的那个啊？哦、不行，他没有潜水，白痴。我想说，就是用水流，我们下去再上来，那个蜜蜂这样子。但是我要去蜜蜂，会游泳，他会去蜜蜂会死，蜜蜂下去就上不来了。哎、欸，所以鱼，你刚刚说怪物攻击倍率乘几不痛？5，我是乘5。你是乘5，你姓金吗？你是乘5。
原来是三重乘五。哎呀，哎，那是乘十五哎，乘十五。哎呦我的天！你装备那个保护有基本值，然后钻石装就差不多。嗯，哎，他没有那个、哦，哎，你们血量的封点都没了，没了，没了。现在在想办法打。我也想去打了。去看一下家里我还有没有之前的杰克箱子，好像有啦。嘿，他不在。哎，可以做坏坏他。你的钻石被坑对，我被好你的钻石、啊。好，我放在漏斗里面，以为钻那个蜜蜂会帮你挖钻石回来。我说：“哎、欸，有钻石、欸，有钻石哎、欸！”不行哎、欸，我家里的光碟还有一些没搬过去的光碟，就没有生命的，太残酷了。嗯。哎、欸，啊、你下面的那个都做好了吗？火把打掉吗？还是不用？还没。我打一半了，有打一半了。好好好，可以打掉，可以先打掉一部分。反正到时候我只是要把它铺成石砖而已。哦。哦，还没铺而已。铺啊！铺啊！我看一下、哦。那时候拿 A 四嘛。找 Kiki 生了，在哪里 ？Kiki 生。抱歉，靠背。那只蜜蜂死定了，它叮到我了，叮到我了。蜜蜂，高辉，哎呦，好厉害啦！耶，哦，把他屁股都不见了，个血量攻击，他也会整个不见。对，他天下就整个不见了。嗯，哎、欸，我们真的哪天把我那个漏斗里面放个那个钻石，我真的会吓到。哦，蜜蜂帮我采钻石哎、欸。会啊，你不知道，你底下有钻石，有机会找到哎、欸啊。哦，他要下去帮你挖钻石上来。嗯。你要养对那种岩石蜂才有。嗯。他另外。捡石蜂，好哦。对啊，就是你要自己繁殖，它有机会就会有那个变。它会变异变成岩石蜂，那个就那个几率很低。那个年纪大才变高龄蜂，我知道。哇，你很会呢。那这个很不错哦。有。我知道。小云在哪？啊，我在野外哎、欸。对，我跟你拿高。好啊。在你身上吗？对啊，在我身上。哇。我这个要踹看了，哎呦！我还信隐约说的，只要有保护钻装就可以。嗯，然后就啪啪啪，保护衣吗？我怎么出来的？他说保护我，对啊，可是你是保护衣，我是保护四，我也是保护四、啊。你说保护七的裤子吗？而且在晚上打、欸、蜘蛛，哎呀哎呀哎呀蜘蛛哎呀，可以可以，坏坏、欸、哇坏坏、欸，为什么僵尸打不到？哎，你怎么不先打枯工啊？对呀、啊，可是，一等等等等等，你竟然吃苹果了，会痛哦？啊，没有，我只是看到那个血没有全部填满，我很不安心，是不是？有点强迫症，想把它填满而已。对，你看你很棒哦，我好棒！天哪、啊，你好棒、哦！你好棒哦，熊猫团团哦，对啦，冲、哦！你好棒哦！太棒了哦，六十颗啊！哎呦，好棒，好棒哦，好棒哦！来、别生气嘞！嘿，我还剩什么没解、啊？我好像游泳还没游，我去游一下。嗯，对，我剩什么？看一下那个告示牌。哇，都解了。对，我干，我怎么里面有 clip 啊？我吓死了！哦，下方也变任务的有大数字，好、啊，有数字。游泳有益身体健康，身体健生声音的声吗？生你打到生日的生了，生的生啊！现在才看到，你知道，我之前都没发现。身体的生，
生生生生，找到错字，我们有个彩蛋，错字彩蛋，耶耶，你获得他的签名照一张啊！哇，你这个哈好像很，是不是发自内心啊？没有，没有，快游完了，游完了，对哦，再冲一次，可是我好像我是。暴雪剩一张啊，我去看一下。放烟火不要，我不想放烟火，不是放烟火啦，萤火。为什么？放烟火那些都烟，就是你知道这蜜蜂都臭死了。对啊，所以我都喜欢用那个啊，红石在收集蜂。是用发射器那个叫。对啊。我接下来你们去打 BOSS， 我也要去抢防暴雪。你可以用收的啊。现在没有人在卖啊，現在没有人要卖啊，不然我就买爆。大家都要用，就没人在卖了。八倍血量，下来，蝙蝠，耶、yeah, ，有夜妹了，云月出来打比较快。耶、yeah, ，我出来了，我出来了。耶、yeah, ，我也要回去。耶、yeah ，啵，总是啵，啵啵啵啵啵，来看看、欸、哈。阿鱼哦，小鱼哦，七了，嗨，你耶，呵，你为什么要冲幸运呢、啊？幸运交给小鱼就好了。我想要重回荣耀，对，他想要重回荣耀，所以荣耀原本是他的。对，我想要成为伺服器中第一个幸运石。那你再冲啊！那你再冲啊！那你再冲啊！你冲啊！没钱了哦！我总看到蜜蜂飞出来了。对，刚刚两只追出来了。哇，你要不要拴绳帮你？对啊，把它拉回去啊。蜜蜂气球哦，云游会的卖蜜蜂气球哦。拴绳，我拴绳直接放你的箱子里好了啦。有这里有这里有。拴绳到底怎么样绑在蜜蜂上面的、啊？就是绑在脚上啊。乖乖，可是它是粗的，它脚会断掉啦。它不是细的绳子呢。尼龙绳啊。怎么想都不知道呢，不太可能这绑得上去啊。可是我以前真的玩过，就是人家以前玩过那个绑金龟子，你没玩过吗？哦，没有，害怕哦。啊，以前真的玩过，你那个是用细的绳子吧？细绳子啊，钓鱼线。可是拴绳是可以绑马的绳子呢。对耶，这样安也可以骑在蜜蜂上啊。对，越想越合理了。对，那时候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有人做模组的，然后就骑在那个蜜蜂上面，就那个超白痴。我今天加罗上打。射不到。啊！有人居然不知道蜜蜂可以捡。哦，射中了。有绿烟。嗨。哪里有绿烟？哪里有绿烟？小雨在射的那边有一只绿烟的。射死了！赶快上去捡！我的，我的，赶快射到飞上去的人！射到有奖吗？是我家楼上，是我家楼上，我要收税，我要半颗。我不知道他掉到哪里去了啦，他不去啊？在哪里？我应该在我家楼上放一堆漏斗。哇，回收吗？不去啊你，我真的不知道掉到哪里。那我要在轻松生存底下全部放漏斗矿车。哇，不是这样，防止团团在那边乱丢垃圾之类的。没有，你们丢地上会自动回收走，这样子。要丢到那个环保的那个烤鸡焚化厂。哦，哦，对，那里不见了，不知道怎样。刚射死啊，在这里啦，捡到了。上次烤鸡有那个卫生纸的味道。卫生纸，卫生纸。哦，已经变成那个了，蜂窝厂。对啊。哦，掉了唱片。那是那个吧？是吗？卫生纸。哦，是卫生纸吗？对。你看到唱片了？卫生纸啊，我捡到卫生纸了。哦，你捡到。好，你捡到了，哦、好。好吧。有哎、欸，16倍血量的，碎啦！厚、哦，16倍血量太厚了吧？哈基的装备砍4刀就有了。可以的。哇哦，又出现了。有了。头上。他一直有猫咪在底下，他不敢下，他下不来。去关，我在那个去团团屋顶打好了，他够高。哦，团团屋顶也不错。对啊。哦，有上片，上片。
绑过蚂蚁哦，蚂蚁绑不是绑蚂蚁都绑啊，是大蚂蚁吧，超大只那种。对啊，黑色大蚂蚁啊。那也拖不动吧，就算一般的绳子也拖不动吧。可以啊，可以可以，蚂蚁力量很，蚂蚁力气超大的，它可以举三十几倍的，哎、欸，还是十六倍、啊、忘记了。蚂蚁可以举比自己体重高超多的、欸嗯。那那种很细很小那个红火蚁，红火蚁，它会咬爆你的手。对啊，打副本，我打副本。小童，你到底养几只熊猫啊？不知道，我没有认真数哎、欸。四六八十二十六十七，十七哦，嗯，十哦。我听到声音了，熊猫馆，熊猫馆，来吧。来来来，那熊猫馆等你们。这么少只啊？对啊，都因为啊，团团叫我们睡觉啦。啊，对啊，第一天有睡觉。哎呀，团团呀，天，很吵。唱片都没了，你把那个唱片可以用了，你把敌对生物声音关掉就好了。大蝙蝠啦，没有蝙蝠，没蝙蝠啦，好困啊！你好困，你被声音一阵子嘞。对、啊，你刚睡着了，你刚睡着了。我刚跑去发呆，越发越困，不行，我要找人跟我讲。因为我刚确定你三十八分的时候还活着，因为那时候有看到你在那个 还在跑。哎呦！你不要射我！我射了一只爆火的，也没过去。不是，然后我吓到踩空。我看到你摔下来了，看到会飞就射了。是什么？被吸，被吸走了。被吸走了，没嗯。没有被影院拿走。哦，拿走在这里。速度的1.5倍。就拿上去啊，一起放上去。哦，蝙蝠真的好难砍，难怪你不爱打蝙蝠。对啊，而且我们现在地下墓穴现在没有啊，现在一半有啊，现在有了吗？我把一半火把打掉了，把一半火把打掉，所以现在是有的。我这里开放了，嗯，什么东西开放啊？底下吗？那个、啊？哦，有啊有啊，这还没盖完啦。哎呦，苦力怕啦，你的地下墓穴太恐怖了吧？入口有苦力怕，盖到一半。速度，然后这是血量，时间，不给我答案，都是时间，没有给我答案。让我打的赢吗？够了，不要再射了，哎，哎，哎呀，哎呦，啊，嗯，四倍攻击。他再帮你放个加速进去，你开始看不到，看不到，我就死定了。就看到你在下面啊，爬过去有吗？好像没有哎、欸。弓箭不能附耐力哦，耐久。弓箭对啊，弓没有吗？弓不能用啊，没办法点。我想说随便附一下，然后去复苏好了。你要看吗？他不是，对他不能选择哎、欸，弓没有可以选择的。我应该没有，还没加进去吧？或者我找到了有，有奖励吗？下次加，然后给你签名照。我提醒他，可以啊。那我留在工作室可以团团。啊！然后你要讲什么？哈，那可以换吉娃娃吗？不要。啊，那吉娃娃的签名照。不要。我要去看那个吉娃娃，是啊，我要看那个甘蔗鸡里面的苦力怕。哎、欸，我差点，我上次差点把它挥死、欸，哎，我想哦还在啊，还有冒绿烟的，对，所以我才差点挥死它。是啊，口水的味道，好吃。它这样子会不会卡？应该不会卡住甘蔗吧？不会啊，哎、欸，有一只蜜蜂又跑出来了，它自己，那只就不理它了，真的、哦，把它牵过去啦，很可怜哎、欸。我以为你要说把它铲除掉啦，把它清回家。不然其实我们可以去那个什么地狱的打银鱿鱼啊，也会掉商品。嗯，好了，我先记在群组里面了，这样才不好。太好了，太好了。哦，你好。这样有睡着？没有，我还记得。没有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睡。没有没有没有，上课被叫醒的状况。没有没有，那个啊，那边第一次尝试喝那个啊。啊、哦，对对对，那我在笑死，
哎、欸，可是我脑袋真的很清醒哎、欸，哪、啊、都是这样讲、啊欸。我不要给我太多，我不要太浓，然后呢，喝完马上把一杯喝掉，然后再继续喝，我就傻眼了。我那时候就想知道到底可以喝几杯，然后可是后面我不喝的原因是因为我头痛，就我可能就是你已经那个快了，已经不行了。对，嗯，太快，然后就不是只有意识的部分，而且主要是我又会偏头痛。老了所以我搞不清楚是哪个头痛、哦嗯、我想说躺下好了、啊、我不想吃什么药然后之后就不了对啊然后我跟我妈讲我妈说喝那么快干嘛啦对啊真的你真的喝太快真的你不怪喝那么多对啊所以我以后不喝酒了没有你以后要可以喝只是你就不能不要喝你不要喝不要乱来不、啊、要喝一杯直接干这样对啊没有因为我在拼酒啦我没在拼酒这种是不好喝雪碧比较好喝雪碧比较好喝耶耶耶耶等一下我怎么这边会路没接好嗯，你说下面那边吗？草茎啊，等它长草啊。哦，等它长草。好多蝙蝠，没有呀，这边原本没有蝙蝠，听到好多蝙蝠了。等长，好多蝙蝠，好多蝙蝠。有下面，我决定来吃海参。你关，你请包装纸关掉。对，包装纸。每次我真的每次后置的时候都要避开你包装纸的声音，真的很痛苦。拜托你了，超爆炸。我求你了，我真的是很少在拜托你的。好多蝙蝠，这里好多蝙蝠，好多蝙蝠，这里好多蝙蝠，蝙蝠，我的，但是我现在处理怪物，怪物刚刚也很多，我的，我决定我要先坐在位置上了，因为感觉下面也没有我的位置，还有五分钟哎、欸，可是你啊，可是我在五分钟还能做什么？还有乐透哎、欸，可以打多打几只蝙蝠啊，对啊，帮忙啊，可是感觉你们下面全部人很多，那就帮忙打、啊，蝙蝠也很多啊，帮忙只有我一个人啊，只有你一个、啊，我以为大家都在那边呢、啊，那我先哦，我在地下墓穴。我在墓穴、欸、你们在不同地方哦。他是在不同地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吧？对呀、啊。阿卡碰。是哦，我以为你们大家都在。哎呀，爆了爆！阿碰，他炸人不会痛，没事没事。好好好。哈，好了，先撤退。蝙蝠打完了。哎、欸，这蝙蝠一直升呢、欸。哪边啦？蝙蝠哪边啊？来了。那你们都过去了。欸我叫智大，我的天哪！还好我有装教室哦。好险我没有穿。哎呀，你怎么都转过来了？你没有讲转过来，我不知道啊。哎呀，我们在为公共的利益着想，你在那边太夸张了。哎呀，怎么了？我要把全部商品收走了。我要收起来，赔钱啦，赔钱啦！收起来了，收起来了，收起来了！请从生存国赔啊！站在哪里啊？他在空中飞了。好好好，我要全部收起来，我要全部收回家了。我不管了，妈妈生气了。哇，太好笑了！看不到。所以你该不会是刚才在说什么？有蝙蝠哦，这里好多只蝙蝠在就在飞了吧？对啊，我就想说会很有大几率会传过来。我刚刚原本是要传过来，但是我还想说好，我就走到墓穴好了，在这里好了啦。然后呢，刚刚就是那什么，你又再讲一次。然后不是小雨跟雨又要过去，然后呢，我原本已经要打好字哦，准备按出去，可是我看到他们都走，我想。啊、他们都去了，那我就在地下墓穴好了。哇，又整错人了。哇，哎呀，哇，我干嘛要避开？哇，哎呀，是幸运熊猫哎、欸，幸运熊猫。你今天幸运值用完了，怎么办？啊，就冲装都很差、啊，然后这个你这样好一点，刚好平衡。好了，唱片我全部收起来了。哎、欸，你唱片有什么啦？不要唱，而且你还装了一堆垃圾。你们我的不收，你要怪就怪那一个。不行，你这样子偷机器耶！他怎么跟你打？都是用我自己的耶。我不管，不管，不管，不管。那我要告你，我要告你，我要去按法院领了。那你要先对他去提告，你要先起诉他。你们两个的事情跟我无关，损害到我们公家的利益。先打完官司，对不对？打完之后再跟我讲结果。影院家的铁针爆了、欸，
对啊，我用完了、啊，没事，被用爆了。因为我还在烧，我还在烧铁。没有、啊，铁巨人有很多，你为什么要烧？我箱子里面有啊。哦，铁可以换，可以换钻石镍，可以换钻石镍，还好呢，真的吗？那我可以拿去换钻石。我可以当搬运工赚那个钱吗？看不到、啊，村民外面的也爆了，保护他。哎、欸，要开讲了吧？开讲了吧？九分了，开讲喽！开讲了，来喽，楼上喽。好，嘿，完了，睡着了。啊卡了卡了啊！那个吃海苔的嘞、啊，吃海苔的睡着了吗？我还在、啊、哦，然后他一直站在这里，我已经上来很多趟了，看到他一直站在这里低着头。他在吃海苔啊！哎、欸，不知道，我突然间睡意袭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想睡了、啊。看抽奖了，抽奖抽中了就不想睡了。真的，抽奖抽中了，我打就可以打 low 了。如果没抽中，我就真的睡了。什么鬼？这个怎么差别的呢？啊，操作就很爽啊，太开心了，睡不着了。哎、欸，看我，哎、欸，我最近很常这样、欸，都是可能都是像我开台开到一半就突然好困，而且是困到了眼睛张不开的那一种，会一直闭上，然后我还会点头的那一种。嗯、太操劳了，表示你家太亮了。我觉得你的时差太混乱，对，你的时差太混乱，我真的觉得你那个工作要稳定一点。好了啦，辞了啦，辞掉了啦，不要做那么累嘛。好像每次都在起。啊、我明天早班，我后天又夜班了。对啊，对啊，你看吧，就跟你说迟了。这样的啊，他那个真的是阿邦，真的是阿邦，宝宝宝宝，宝宝宝宝，死掉，没有，没人，没人，他回去拿票，刚刚压出来。耶，票根。这个是原本你压住的主，不是他就是115跟多少忘记了，一就是五啊，5525啊，哦，你差一耶。没事啦，我上次29也是撇开，然后被他说你没有连坐，你没有包连的，你有包牌，我就包啊，我就包。哦，团团这次头没歪、欸，头没有歪，对，就是没有歪头的那个。对啊，有没有歪头都一样。对，放弃，我下来了。嘿咻嘿咻，有人又生蛋了，对，生蛋了，哎，真的很大，我们家公社已经很好了，好吗？那儿子丢我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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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孩子那么可爱，你舍得把他丢？你把儿子丢在我脸上，这样不太好。好啦，今天轻松生存到这边啦，感谢大家，咻咻咻。休息啦，拜拜。休息啦，就拜拜。好的，今晚就到，感谢笑笑再一次超级留言，感谢感谢。今天哦，我发现还是下矿挖比较多钻石哎，干嘛干嘛拼什么设施有的没的，一直挖就好啦。六不月，快九格了。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要重新结尾了，没事啊，谢谢，感谢超级留言，感谢感谢。好啦，还有那个谁萧院生日快乐，还在的话感谢。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还是要听王北北的。好啦，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哦。我是王北北，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欸，好像不像耶。好啦，各位晚安喽，拜拜。关台关台。